超大的红魔侠，我的妈呀，看见了吗？哎，看这个个头老大了，先看看他里面什么样子。哎呦，这么肥，好肥呀、啊！看着都过瘾，每一个个头都老肥了。今天这个红魔侠呼声很高的啊，不让你们说的我这吃下不成专业户的，先看看这个里面怎么样。哎呦，下线。哎呦啊，人都说这个时候的红魔侠是最肥的时候。海鲜拼盘，先来一个海蛇后，沾上小蘸料。它是真好吃，再一个红魔虾，哇塞！太好吃了吧，再来一个大文贝，海蜇，鱿鱼花，海鸥虾，
熟的。真的，我就比较喜欢吃这个。我以前的时候吃不惯这些红魔虾，但是我感觉现在这种虾真的太好吃了，唯独就是太贵了。